吗？乖女，发生咩事啊？妈同我唔同我玩，我唔翻学啦。唔使惊，等我同你出头。听日我去同你嘅班主任讲。妈咪，我知道你紧张个女，但又未搞清楚件事，点帮佢啊？不如听下佢讲，同佢分析翻件事，俾啲心得佢，等佢学下点样独立解决问题，先会慢慢成长嘅。遇到问题，不妨同爹哋妈咪或者信任嘅人商量一下，匿埋喊系解决唔到问题嘅，办法总比困难多啊嘛。